熒幕八爪魚，白足咁多爪。今個禮拜首先會同大家睇下 Sunshine Nation 決賽嘅精彩片段，然後再一齊去參加 Petapalooza 九九節，之後就轉去睇2022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沈陽嘅訪問，同埋多倫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決賽嘅精華回顧。星期日晚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